曲歌后蔡健雅将于明年1月6日回到小巨蛋开唱。10月19日，她举办记者会，畅聊近期的重生计划。她也提到自己最近在进行禁食，短短5天不吃东西，马上掉了4公斤。蔡健雅称，在最近在尝试断食，最高纪录5天完全没吃东西，只能喝茶、咖啡、水。刚开始进食的前2天，情绪难免有点影响，很容易为了小事情而生气。但进入第3天后，身体就会平静的状态。平时大胆吃的蔡健雅，短短进食5天就到了4公斤。而她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随便做任何事情的人，会决定开始断食，绝对是自己做了许多功课。这世界很酷。